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嗯，据说这里是观测超级月亮最近的地方。想不到，堂堂花颜顾总，给女生准备惊喜，倒很有经验啊。难不成你还有很多经验？是司徒硕帮我准备的。 司徒，我们写愿望吧。据说，把他们升到空中，离月亮最近的地方，什么愿望都能实现。那我如果要写，希望某人。 从我的生命里消失的愿望，骗你的啦！你以后再这么调皮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 笔呢？写愿望，总要有笔吧。 怎么了？谢谢。